跟你们说，这里面可是有大秘密的。秘密？我要去告诉老大。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我先歇会儿，你们帮我看着啊。燃烧奥特曼的卡片，有这么多，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在里面找到多少稀有卡，那一起来看看吧。快看，这是一张 SR 卡，上面是赛罗无限形态，好酷呀，史杰德豪勇形态，竟然还有奥特曼的透明卡，上面是迪迦的空中型。哇哦 ，SR 卡，上面是新生代泽塔阿尔法装甲。这个也太帅了，超级稀有的奥特曼签名卡，看红色的是泽塔的贝塔冲击型，透明卡上面是银河皇帝贝利亚，超级厉害的大反派，锵锵，手上拿着圆环之臂，这是和迪迦很像的特利迦，平成三杰之一，大地守护者盖亚。哇，竟然还有一张怪兽透明卡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这是怪兽之盾，手上摆着必杀技的姿势，杰诺尼姆加农，这是杰诺奥特曼，泰罗的儿子，拿着赤焰剑，这是泰迦的三重斯特利姆型，手上拿着王者圣剑，这是杰德尊皇形态，哎，剩下的好像全是稀有卡了。这是盖亚奥特曼的签名卡。哇哦，是奥特曼55周年的限定卡。上面是戴拿、布斯特冲击光线、捷德钢燃形态、最年轻的奥特战士蒙比优斯、SSR 卡、必杀技银河闪电技。这是银河哦，最后是一张横版的故事卡，上面是特利迦对阵怪兽梅加诺杰厄。哇，哎，不容易呀，那么多卡片里面才找出来了这几张稀有卡，那我们下期再来找吧。喜欢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